11月21号，美国、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对伊朗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，法国也提出采取新的制裁措施，以迫使德黑兰停止核专案。23号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，中方反对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，学者认为受到孤立的中共和伊朗需要相互支援。 路透社23号报道说，美国、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对伊朗能源和金融业实行新的制裁。法国则提议实行前所未有的新制裁，其中包括冻结伊朗中央银行资产、终止购买伊朗的石油。早些时候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报告说，伊朗有可能在秘密发展核武器。中国外交部23号表示反对对伊朗实施单方面的制裁。 对此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，冷战结束后，美国和西方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和伊朗，他们同样受到美国和西方的孤立，所以中国的政策是可以预见的。中国跟伊朗呢，基本上面临着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挑战，所以呢，这两个国家呢，在那个国际舞台上呢，那么基本上呢，都是有一种协调，那么也都是相互在支持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，中国呢。 跟伊朗呢，两个国家呢，就是说协调的非常多。那么再就是能源呢，再就是军火各方面呢，在国际舞台上呢，都有很多的合作。美联社23号也报道，自2006年以来，联合国对伊朗施加了4轮制裁，但伊朗的能源出口使伊朗没有因被制裁受到严重损害。法新社则说，中国支持伊朗从伊朗购买大量的石油，同时中国也是伊朗最大的交易伙伴。 两国间的贸易总额达300亿美元。美国之音报道，据中国海关资料，今年伊朗可能成为中国第二大原油供应国。不过，伊朗对新一轮的制裁表示不屑。以色列和华盛顿表示，在其他努力无效的情况下，不排除军事打击。令人费解的是，中国国防大学教授、海军少将张召忠说，中国不惜三次世界大战保伊朗。 张召忠说：“这种就不惜那个就是打仗第三世界那个大战了。那么我觉得就完全为了自己国内的就是一个政治的需要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通过这种就是那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呢，来给自己壮胆。”夏明教授分析指出，目前美国和西方社会可能对伊朗采取茉莉花革命的模式，类似走利比亚那样的路。从利比亚模式看，北约不可能在伊朗卷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更不可能掀起一场新的战争。 实际上，一位驻德黑兰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欧洲外交官表示，伊朗政府实际上非常担心遭到军事打击。分析家也说，普通民众已经不太崇拜他们的领导人。但是，夏明教授表示，中共政府自己面临的危机比伊朗要大得多。中共政府不仅面临东南亚、南中国海、南亚各国的诸多挑战。 也面临美国在人民币汇率、出口、人权等问题上的压力，同时也面临国内问题的压力。中国呢，面对着美国的压力，同时它国内的就是那个目前的压力呢也很大。那么尤其我们看到，从民间的社会上的，包括对中国政府的进行挑战和反抗的这个力量呢也在成长。那么所以呢，中国政府呢，那么确确实实面对着他在权力交接班的那个18大要到来。 那么恐怕呢，那么会发出一些比较强硬的这个就是声音，一方面是回应美国的这个压力，另一方面呢，它也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就是民族主义的这批人的这个一个需求。俄罗斯则是伊朗的另一个盟友，对伊朗的政策跟中国相似。新唐人记者陈汉、宋峰、郭靖采访报道。